请不要参加我的告别式，那天我们见不到彼此，面无表情的是一堂的僵直，我不会摆出如此没礼貌的姿势，让你站着哭泣，而我无动于衷的装死。请不要参加我的告别式，不想见到你这个样子，能来的我都不想见你，怀忧伤志，或者说的像是一点都不真实，让人以为我的历史媲美童话故事。反正我们都习惯了远距离的相思，在各自的空间里用手机上传故事，那就不用特意来参加我的告别式。我的 AI 会继续点赞，直到你拉黑我为止。反正我写给你的歌旋律你一无所知，网路里依旧是发 emoji 表示表示，真的不要来参加我的告别式。不该有这该死仪式，如果那时我还有意识，过两天我会去你生活的城市，如果会见可以尝试，任何一个街角的咖啡都合适，我还可以活着告诉你最近的心事，在分手之前举行属于我们的告别式。